说啊，你是怎么把他给弄过来的？还用得着弄吗？他听说你来了，他就来了。老朱，哟，好久不见呀、啊！陈大美女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呵，一点没变啊。你倒是变了很多，我差点都没敢认。岁月催人老啊。一成，早知道我今天采访结束了这么早，我该去公司接你的。你现在到底跟谁在一块儿？那个，人都到齐了，请吧，请吧，哎，走走走。这两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。啊，计算机系肖一成，哎，放着全校爱慕他的女生不理，偏偏被隔壁学校的林夕给拐走了。哎呀，你俩当年在一起的时候，海江大学的女生也都红死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也听说了。哎，你们结婚了吗？是啊，还没。是不是你没求婚呀、啊？哎，林夕，他如果求婚不浪漫的话，你可不能答应他啊。哎，我有好东西给大家啊！什么呀？哎，来喽！喜糖！天哪！一块儿啊！恭喜恭喜！你的老朱，哎，这是谁的喜糖？我的还在喜糖。你的？啊，对，上周刚结婚。你之前跟我说你是不婚主义吗？哎，那是之前嘛。我记得当时大一有个女生追他，从大一到研二，他都誓死不从啊。哎，我很好奇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生才能让他收心啊？我也好奇。喜糖都堵不住你的嘴。那当然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了，老婆。哎呦！爱你们，来，老婆吃点水果，谢谢他，来吃点水果。来，老婆，来来来来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老婆阿诗玛。哎呦，老朱，想不到你个大老粗居然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。老朱，你福气真好，恭喜你们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老婆坐。阿诗玛是我的初恋，我这几年待在云南就是为了挽回她。说到这里，你可得跟大家好好说说。是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我和阿诗玛是在大学里分了手，当时都怪我要面子不肯服软，直到前几年出了一次车祸。现在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大难不死。但是在我昏迷的瞬间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见她，所以我出了院以后就把这个店交给我妹妹打理，直接追到腾冲去了。那大家你们先玩，我去做菜啊。好，好，辛苦了。哎，别忘了那个溜肥肠啊，他们这几个都喜欢吃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那这么多年，你也没想过说跟别人在一起啊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么些年自己在坚守什么。也许喜欢他，本身就是一种坚守啊。哎。哎呦，你们是不知道，当时我有多害怕呀！我怕他结婚了，我怕他忘了。今天叫大家来呢，一是想和大家聚一聚，第二，我准备结束这个店铺，和阿诗玛回腾冲。不打算再回来了？下海很好，灯红酒绿，摩登时尚，但是对我而言，我只想和阿诗玛过悠闲的小日子。来，
我和阿诗玛已闲宁期待久，祝福已经结婚的，珍重婚姻，白首不离；祝福还没有结婚的，珍惜眼前人。一成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不借了，就在这说吧。我去前面等你。我可不想一会儿再给你解释一遍。萧一成，我在你心里就真的没有存在过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我到底输在哪里？林夕他在业界的口碑有多差，你知道吗？干哥哥干弟弟认了一堆。你真的相信他和那些男人只是纯友谊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所喜欢的只不过是这八年的执念而已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对这份感情就是执念。八年前的你或许只要爱情就够了，但现在的你有羽翼，我可以倾尽所有的媒体资源来帮你。一成，你真的不考虑我吗？芷江，如果一个人因为事业成功而选择了自己不爱的女人，你还会喜欢她吗？我会。你绝对不。萧一成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我真有他说的那么差劲吗？你比他说的更差劲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见我？你说呢？其实我一直想要告诉你，当年跟你分手我没有说实话，当时我拿到了华盛的 offer。 你是怕告诉了我我会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，耽误我的前途，但你又不愿意放弃你的梦想。李琦，那你这个理由跟当年你跟我分手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你需要知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，那我换一个问题。如果回到八年前，你还会跟我分手吗？会，因为你爱的就是那样的。
嗯。